头要向面，就是字。头要向面，迷掉这么深吗？好，我们现在公开双打的冠军赛哦。公开双打冠军赛由我们的画面右手边的吴明炫跟吴明嘉哦，好对到吴氏兄弟啊，对到画面右手边的曾伟忠跟柯方瑶啊。那么现在我们的跟我一起讲评的是我们的来自台北的 Beno Wu 吴秉卫。嗯，大家好。哈哈，轻松一点，轻松一点。因为这次比赛基本上都是一些老朋友，所以大家的球路都是熟门熟路，打起来会特别辛苦，因为大家就这几招啦。大家就这几招，你不觉得有人开始有一些变化了吗？其实就是这种运动，就是你要持续的一直持续，然后练习，然后你才有更多的东西。像我就有点稍微有点双荒废了。不过那个这些有点像打牌哦，打扑克牌哦，你怎么样都是拿到 A 到 K 嘛，老 A 到 K 那几张牌嘛。但是我今天现在出 Ace 或是 Two Pair， 跟后来出跟什么时候出那就那是不一样的。什么手上有什么牌，什么时候出，那是变化是这个无穷的，对不对？所以虽然就那几招嘛。是啦，对不对？但是我现在就打，我打的跟以前不一样，那个我决定的顺序不同，那可能就造成的结果不同哦。你看我们，陈哲明就很顺利的就拿到单打冠军，但他会的那几招有变吗？但是做的决策不同。罗特今天打的真的不错、啊，哎，就是决策做了很多不同的不同的决策嘛，执行率也蛮好的。对，你没有说他就多了一些什么诱骗，也没有，没有，对。对，不过我们回到场上，哇，又来一个招牌哦，那个叫Tony Spreman 的招牌哦。Tony 是这个快攻，对。哇，摩根之后的一个 snake 拉哦，拿下了第三分哦，现在比数来到了3-1哦。这是少数我看到吴明炫跟吴明嘉搭档打双打比赛。哎，对，这个、兄弟他就是有点疙瘩。通常都竞争居多啦，对，很少是合作哦。所以这次合作，其实他们报名的时候决定他们两个合作的时候，大概就是可以预见他们一定在冠军赛会打进冠军赛哦。应该是这样吧。我以前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我跟你杰克，我很熟嘛，一天到晚打球，然后你也知道我有什么招，我也知道你有什么招，所以我要预藏一招起来，有一天我对到你的时候，我就拿出来杀你。我有听过这种故事啊，这种不是在以前 Sub 时代会这样吗？我有听说，那个讲过类似，那个时候我还很菜啦，就是大家会留一招然后不用这样子，这样，可是其实这有困难，你知道，你那一招都不用，你这熟练度就掉下来，等等你要用的时候就很白咖，就落赛，别人也不知道你有新招，对，所以以为你只是失误而已，然后你还常常偷偷的自己练这招，一直练，有朝一日拿出来用啊。对，到底他的这个投资报酬率高不高，我不是很好界定。我不知道，但是当你有很多时间可以练球的时候，对，这个方法就很有用，甚至可以预藏两招，对不对？我有很多时间呢，那我就留个两招。这梗埋太深啊！对，我只有在那个我埋了好几年的梗，今年终于用了。就是好像那个哆啦 A 梦忽然可以出剪刀一样，有没有？他可以这样出，对。等到终于有一天决胜负的时候，他的剪刀就出来。哇，这个打了一个原地哦，硬是抢下第三分哦。不过现在吴氏兄弟还是4-3，在第一局先听牌的哦。4-3。哇，这个晃得很大哦。我原本以为那个吴明轩要喊说你这个是干扰。我感觉他们还蛮习惯这种，就是略带一点。侵略性的防守，对，他们很习惯，所以
在没有什么很明确的发生什么事情之前，其实他们也还好，不太会特别叫说啊什么问题。哦，一个漂亮的传球哦，折射那个吴明轩的中排五人，哇，一个吊球，小小的失误，对，球到了后排。中排五人，我看他今天的传球，不管单打双打哦，那个成功率哦，嗯，很高，而且变化很多。他不是说用那个像口技嘛，或者有几个那个固定那几招，科学家式打法。对对对对，就是不太会，我没有什么其他招，我就那几招在轮，所以稳定性非常高。嗯，但是吴明轩用的招非常多，那个就是大概人家。口技马可能用四招在轮，但是那个，那吴明轩可能用九招在轮，十招，只是看他心情，再决定要不要再多出几招。对啊，那个弹药库的按钮好几个，九个按钮，每一个就是我刚讲的啊，说如果你真的有时间练球，你可以多留两招，哦，隐藏招。对对对对对，我也希望我也可以这样。不用了，好难啊，打那个。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啊，那个在大家都是24小时，对不对？你总没有25小时嘛，但是你要怎么分配你的时间？你有分配时间在睡觉、对，游乐、玩电动、滑手机，那你可以分配时间在运球、练球，其他的时间，那是时间是公平的啊。像以前读书时代，有些人就花时间在读书嘛，哦，对不对？那你说，你考那么好，没有我都没读书，那没读书是你的问题啊。好，第二场开始了。好，第二场开始了。韦忠现在是在，哦，这是我看过中杆偷打。这个韦忠今天不断的中杆偷打，但是我怀疑他是要，他是要传球，他是要传那个第二支、对，反正就顺刷嘛。对，顺便的。对对。韦忠才中杆偷打拿了一分，然后大概过了5秒钟，然后吴明轩就得完分了。对，又来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有了一个托尼斯偷打。对对对对，这打久了你就会发现他那个是有迹可循的，但是如果你忽然忘记的话，还是会中枪的。对，还是会中枪。这个飞龙就熟了哈、这个都打到前段、中段，都记得。对，然后后段又忽然忘记了，有点恍神，忘记这一招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就来了、然后就马上我又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但是我已经11分了，哈哈，对，伟忠觉得刚刚传的不漂亮啊，结果他觉得他制程有问题，对对对，重做一下，进来就打哦，现在第二分哦，2-1，对，一瞬间就发招了，这个就目前的状况哦。还没有轮到吴明家发挥哦，大概就是吴明轩一个人就已经撑完全场，好像是这样子。Kevin 防守，哇，守住了，但是球是拦不住哦。哎呀，吴明轩，所以就有点急躁啊。对，但是没差，因为他球权啊，对啊，太多了，他又拿到球。对，你看球就是拦不回来，永远都在他脚下。你看我要怎么传都怎么有，对，打歪了撞墙壁还是回到我脚下。那我就随便打就好了、打了一个中洞，打个中洞哦、现在比分来到了3-1哦，很明显的那个韦忠太久没拿球了哦，有一点手感有点冷了、对 Kevin 刚刚尝试的后卫要把球制造出去，就都被吴明轩抓走哦，是直接被三人杆定杆哦，那真的挫折感很重，对，我又那么用力，然后打，球不动，对对对，仅次于被打回来被得分，对，哇、这球打到墙壁，又打到吴明家的脚，又回去，又进去球门哦，来，韦忠尝试的用是双手，有用不知道是防守有用还是那个不知道，影响了心情，也有时候我看对方用两只手防守中间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怪，有一种头脑充满问号的感觉，然后就，他就守住了，就说不定他的功用其实是在这里。你对，因为事实上是有视觉的干扰。对啊，就好怪。尝试打了一次一下，试一下的角度没出来。哦，韦忠这几球的中排表现得很好，拦住了好几球。这球。想说吴明家要开始有表现了，有 Kevin 后卫，你看有没有已经被预先知道位置的？对，我
或者说其实后排能出球几个常用点，大概就那几个点，也是一个问题。你看这个防守有个慢，但是却很有效果。对，伪装有点急。不过有时候就还是抽得到、啊，有时候。这个防守很好哦，刚吴明轩那个急速加速的走哦，你就很容易就跟着走掉了哦。对，他走跟了两步哦，又回到自己的节奏了。所以有时候跟什么跟哎、欸，跟也不对，不跟也不对。哦，这球危险，所以 Kevin 现在后卫两人杆要出球是有一些状况。3-2领先，这球也射中，撞到墙壁的。基本现在球都出不去啊、哦。嗯。好、哦，尝试的换边，对，换边是令的。因为我也常常碰到我后卫出不去的时候，我就会选择随便先出一个乱七八糟出去就好了。有时候原地打搞不好更有用。对对对，就你不要想着攻击，然后就是得分啊、之类，就是先出去。那也许对方防守面需要注意的很多点的时候，你平常用的招就可以用出来。对，好，韦忠前锋拿球了，机会扳平比数哦。晃的跟以前的感觉不一样，哇，这球完全打歪。嗯，机会出来了，韦忠这个是要这，就是他刚刚前面传球变射门的那招哦。好的。都是动，但是你打的时候，那个吴明嘉会慢慢的回来这边。就是他那种温温的防守，其实、有时候在那种紧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反而效果蛮好的。蛮新加坡的人，你不知道怎么讲，新加坡有些这样的防守，哇，刚刚送你一球，你不要接。你看，就是有练球，有练球跟没练球，有练球那个那球就接到了。欸这很现实啊！还那个暂停，哦，双方3-2僵持了很久哦。哦，这个吴明嘉现在前后交换，做球给吴明嘉喽，让他来表现呢、啊。对。其实刚刚比赛就是看起来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需要调整，可能就是前后互换一下。你说吴氏兄弟吗？对对对对，那没有什么，他们谁在放前面后面差不多啊，好像差异不大。对啊，就是都很会进攻，很会传球吧。对啊，但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整合的啦。啊，对。不过我怀疑这场比赛会遇到那个状况，整合通常都是在困境的时候，有个摩擦的时候，那个时候整合才是困难。啊。但是因为现在有点顺哦，哎对，现在不会遇到那个状况。对对对。哦，这球有机会哦。好，韦忠的双手没有用。双手是双手防守，吴明轩又回到前锋哦。赛末点，冠军点了。哎呀喂！哎，这样传进去的。是。哦，刚刚球是完全没有弹出去外面哦，所以他还是界内球哦。这球打进就好玩了，双方4-4的时候。哦，双方4-4就很有趣了哦。对吴明轩、吴明嘉来讲的话，这是最后一球。嗯，不过这一球还是有点压力。啊，这球压力回到了韦忠哦。为什么他拿到球？其实是我的话，我手就软了。对。哇，这个球要传墙壁，没传到墙壁，然后过去了。其实韦忠是一个蛮冷静的人，就是看不出他紧张的样子。Are you sure？我不知道。我知道了。哇塞，不是要暂停吗？嗯，不错不错，现在出现一个1-1了。就说了，这时候才是看他们两个，应该台湾数一数二的选手凑成一队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可以磨合，对不对？兄弟俩怎么磨合？对 对, 對。然后赢球，就是对，因为今天也是一个国家队选拔赛的那个嘛，一个好的队伍，不是说把比如说棒球、篮球，不是把全部那个最厉害的选手凑在一队，其实要凑的是最适合在一起的队伍。对，
对啊，你把全部最厉害的凑在一起，但是可能你跟我重叠的属性太高了。嗯，那就没有那个什么加分的效果。你是说流川枫吗？对啊，你不能是一到五人都是流川枫吗？那、啊、没有人负责抢篮板的、啊，对，大家都要自干啊，莫名其妙，谁抢到篮板谁就往前跑，往前跑了，他不传球的。哎、嗯，嗯，是的，对啊，所以要怎么样去找出一个最适合的队伍，是国家队管理对抗赛比较重要的。嗯，哎。好，现在第三局的比赛哦，双打冠军赛，现在大家回到原点了。哎呀，传上直接传进了球门哦。对对对，一比零，吴氏兄弟暂时领先。这对吴明轩、吴明佳来讲的话，这个第一局是很轻松的拿下哦。那对伟忠跟 Kevin 来讲的话，第二局是拼老命拿下的。对，是有点，哎，是一个头破血流的状态下拿下来。对。我刚刚吴明轩又来再一次失误啊！他这场比赛的中排送球大概送了三次了。我觉得他可能是刚好这一场到了一个那种有点恍神的那个时段。对他来说，有那么快恍神吗？像我啦，我有时候打几场，状态很好的几场之后，我就会有一场，然后有点我不知道我是谁这样，然后又掉球啊，攻不进啊，捡不到啊。像今天就有出现这样状况吗？今天还好，没有。因为我最近也没什么练球，所以不然我想要问你说你现在到底是谁？每一场都长得一个样，打得好打得坏都一个样。哦，对对对，我大概知道你那个就是紧张，那个紧绷到一个程度，会有一小段时间是。但是也很忘我吧？嗯，会吗？我不知道哎、欸。哎呦，好球啊！对对对 ，OK， 超级直线了、啊。后卫长拉，对，是拉吗？我有换杆的、欸。啊，是吗？哎、欸，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我去看一下慢动作。哎呦，哎呀，伟忠招牌来了！哎呀，你看他的笑容，在这种紧张的时候，灿烂。这种笑容多好啊！脸上的表情太爽了，收敛一点。哇，这个太用力了！哦，我想你刚刚讲的那种兄弟危机，可能差不多就在这个对，差不多这种感觉的时候。我自己本人是认为今天不会出现，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今天用正确的态度去打这场球。哦，对。哎、但是不确定的，那、哎、很难讲，因为对不过整体看起来，我觉得他们就是就你讲。问题比较小了，目前来讲。现在是到了一个暂停还是两个暂停？这个是新的一场了。不是，我知道，就是应该一个暂停嘛，对不对？所以吴明轩、吴明佳应该还有第二个暂停。对对对，这是第一个暂停。我一直没去修理这个球桌。我也，他还是只有一个暂停。放个弹珠也好吧。放弹珠收完球桌，它就掉出来了。要放正确的珠。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总是放，就是有人会把它挖走。小朋友、哦我不能接受有人会把它挖走，真的是莫名其妙。好笑哎。对啊，我在台南有一张球桌是完全没珠子，我把它补齐了哦、喔欸，又没珠子，把它补齐了又没珠子，我还不放了。我已经三年没有珠子了，没有几分珠了。怎么讲？这个。这是 Kevin 的防守哦，他让你感觉好像都有动，他那个微晃哦，这个射门也很好，对，替伟忠制造的机会哦。伟忠跟 Kevin 他们大概是台湾少数两个一直重复一直重新组队在一起凑在一起的搭档哦，是吗？你自己看啊，他们搭档一起多久了？偶尔会换人，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对了，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其实都没有去找人呐、啊，最后面我就只好把他们排在一起。也好像也是主要原因吧。然后你们弄比赛啊什么也忙啊，也没有空干嘛，就有空的话就打一下这样。对，不过他们这样打，其实也慢慢的拟出一些策略的。嗯，他们曾经有几年没有搭档，一两年吧没搭档，那因为他打完就说，哎，每次打都这样子，不要下次不要搭档。哦。哦，漂亮的防守，所以 Kevin 的防守是非常好。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超级怕 Kevin 的防守。哦，对，因为他好像看到我的内心深处，有点像那个心理医生哦。我不太敢面对他，说：“哎，你都知道我想干嘛。”所以你面对他的时候是有种裸体的感觉。
对对对，对啊，他就我脑袋裸体，他都好像知道我脑袋在想什么，怪可怕的，很恐怖。但当然那时候比较单纯，就是好玩，会的招数也不多，大概就是三四个来猜嘛。伪装公主，哎呦，哇，4-3，现在先抢一下赛末点的是伪装跟Kevin 哦，现在就看着吴氏兄弟怎么护我、哦，又一次失误，是有一点点影响的哈、哦。伪装，我明天打自己的脸，哇，对，张传球，这个，嗯，很紧张，伪装自己给自己比个赞，哎呀，好球，是好像是踩到人进去了。有预先比个赞的吗？对对对，这样预告，总之是个好球啦。哇，恭喜哦，恭喜哦，伟忠跟 Kevin 哦，我没有看过他们拿冠军。对耶，今天出现两个，今天蛮特别的，今天蛮特别的，真的。啊，高乐级仓库第一次开比赛哦。产生了两组新的冠军，哇，这个很酷哦。对对对对对，蛮爆冷门的，也没有完全的爆冷门了，就是他本来就很好啦，对 对, 对, 对啊，本来就是很厉害的选手啦，只是说没有拿过冠军来肯定自己啊、哦。对 对, 对，第一次哦，我觉得很酷哦。对对对，还不错啊，还不错不错。好的，我们期待2019年台湾公开赛在10月4号、5号、6号在高雄的比赛哦，更多人可以来参与哦。对 对, 对。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到这边了、哦，我是 Jack， 我是 Beno， 好、哦，谢谢大家的收看哦。